你知道太极拳的发源地在哪儿吗？这就是一代宗师杨露禅的故居。杨露禅故居位于广府城南关，现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原有南北两座院落，北院为住宅，南院为店房，古地面积980平方米，但早已毁坏。故居坐东面西，分为两段院落，原有茶棚5间、上房、配房、演武厅等建筑。1991年，首届中国永年国际太极拳联谊会后，为弘扬太极文化，永年县政府成立了杨露禅故居筹建委员会，于1992年在原址上重修增建。故居前后两院为北方清式建筑。